校期了，我们选两个唇釉做道具可以吗？我随便选吗？可以啊。那我就选他俩吧。好的，颜色不一样。来，我们移步到我们的，哇，很可爱的这个，哇，身后就是热门色号的大大的唇釉。唇釉，对，没见过这么大的唇釉哈。那我们要辛苦热巴给我们完成五连拍好不好？好，先用这个唇釉拍三张。嗯，你可以简单的想一想怎么来拍会更加有夏日的冰淇淋的感觉，好吧？嗯，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随时 ready 哈，来，有请第一张，哇，魅力无限。第二张，哇，热力全开了。第三张，哇，冰淇淋已经融化了，已经完全融化了。弹幕的宝宝们，你们还活着吗？刚刚有没有被秒的这个秒到啊？非常有魅力的三张。那我们下面要换个道具好了。我就不信你还能用这个气垫拍得好看。来，我们让热巴来挑战一下气垫的拍照法。哎呀，真好看，高级感满满。哎，等一下，等一下，再换个散粉。好，我是不是很多事的主持人？来，散粉，我们请热巴来挑战一下，拿捏住，太美了，哇！哎，好想好想拥有啊。给你了。哎，我们请热巴再辛苦拿一下啊。我们不仅给我们给直播间的朋友送给大家好不好？好啊。今天我们的小物镜的散粉来自克拉奇，我们要直接给大家送。刚刚所有被热巴的这个拍照迷到的朋友醒一醒，要来赢奖品了。这一轮怎么来赢取呢？大家赶紧来评论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一口萌化装满夏天八个字刷在我们的弹幕上，然后我们就送给十位幸运的宝宝热巴手中的我们的小物镜的粉色散粉，送给十位朋友。然后大家现在可以刷弹幕啊，五分钟后我们会在好运来为大家开奖，继续加油，赶紧刷屏，谢谢热巴。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聊天区。